流嘅情况底下，把上压力嘅离家聪，由于未能够为三方追近分数而深感内疚。我第一次唱到咁差，我对自己真系好失望。同埋自己可能真系太大压力啦，我仲要说服演员个压力，但反而咁样就造成更加我自己好大压力，跟住就影响自己个 performance。王子兄弟两位年纪轻轻嘅参赛者。直身由北京嚟到人生路不熟嘅香港，为嘅就系寻觅自己嘅音乐道路。超级巨星就正正系一个实现年轻人音乐梦想嘅舞台。其实呢，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就是香港这边的那些经典老歌，比如啊《乱雪先生总是情》啊，《上海滩》啊。行水千山总是情，这些是一点都听明，但是我们一直很想明白，就去学广东话，看电视剧啊，跟着字幕，他们说一句我们说一句，慢慢明白每个词的意思，然后再去唱这些歌，就会感觉自己好厉害好厉害。我们两个小时候两个人都是很胖的肥仔，到了小学的时候弟弟开始跑马拉松，他就用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哇超级瘦，我是一个每天好比肥仔冲，就是每天被人指着，哇，你怎么这么胖啊？只要一有人这样侮辱我，我就会说，我会用内心告诉自己，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。离乡别井嚟到香港嘅子豪同子杰，每当遇到挫折，就会特别挂住由细到大照顾佢哋嘅妈妈。你在干嘛呢？哎，我在这啊，准备明天去上课。你上学上的怎么样？还行，挺好的。我们两个好想你啊，我们两个真的超想你的，是吧？如果我们两个可以比到后边，那个时候我们俩一定就回北京之后，然后再回家去把你带过来。不管是结果如何。